原来我的选区就是市长的这个本命区。那市长最近也非常非常忙啊，因为很多中南部的候选人都希望市长能够去辅选，所以事实上我们是跟其他的选区跟候选人在这个抢市长啊。那但是呢，我想选举已经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那么我非常幸运的啊，在市长在我们原来选区他的经营以及大家对他的认可及口碑下。那么所以我对这次的选情非常的乐观呢、那也有信心。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选举还是要一步一脚印，所以在最后阶段还是要请蒋市长陪着我来一起来扫滨江市场，来跟我们的李明跟我们的选民来做最后的请托。那目前这个违建的风波，那目前有要拆吗？因为之前是说找不到工人，以及说你现在有说有找罚单的，但是谢佩芬是说你们在说谎。好，我跟大家报告啊，在这个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在长春路已经开始在做拆除。我之前我第一时间就跟大家报告，我一定会依法哦。那么那这两天，所以我们就紧急的来找工人啊，能够来帮我们做拆除。所以此时此刻已经正在拆除，所以我们也待会儿呢会把现在正在拆除的影片跟照片传到我们的媒体群组。那么我再次的去强调啊，就是我们一定会依法哈。那么如果有应该要改善的地方，我们一定会去做。好，我们绝对不会像万里赖皮寮一样赖着不拆。蒋市长，今天这个之前蓝营人士有说陈其迈不敢到双北来，结果今天真的来了，是不是要来跟您校正？我有听说陈市长他今天会到我们西门町商圈，那刚好昨天我也到西门町商圈来录影推销我们台北灯节。台北灯节今年我特别选在西门商圈，而且是沿着中华路到北门，我们串接整个艺术的光廊。我们也邀请知名的设计师当策展人刘良志老师，我们也邀请知名的书法家杜忠告老师等等，所以届时会非常的光彩绚丽。我们的主灯其实就是三层楼的一只龙，然后透过整个光雕灯光的投射，非常的气派壮观。那我们也有一个展区，是让很多我们不止艺术家、纸雕师、学生，他们非常优秀的作品也会展示出来，所以届时会非常的精彩。到时候我们也会带动周边的商圈，结合附近的宫庙，大家一起串接。所以这一次我们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都到西门商圈来感受到我们满满的热情，以及届时帮忙宣传我们的台北灯节。那您觉得你这位师奶杀手跟他那位暖男，就是说所带来的选情，谁会比较有利？我不是师奶杀手，但我是超级奶爸所以我很高兴能够今天陪着洪伟委员来到我非常熟悉的滨江市场，跟很多老朋友见面。过去这段时间，大家看到洪伟委员在立法院的表现，都竖起大拇指，给予最大的肯定。所以今天来陪洪伟委员，我感到不只是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感到非常骄傲。我的这个本命区接棒给洪伟委员，我看到是所有中山区的乡亲对于洪伟委员的表现给予极高的赞赏。当然，选举剩下最后的十几天，我们绝对不能松懈，一样是一步一脚印，战战兢兢。所以在这边也要呼吁所有中山、北中山的好朋友，集中选票，全力支持王宏威。所以陈其迈今天就是也要踏进来台北市吗？会不会担心说他抢走你的光彩？完全不会，我觉得我们欢迎所有好朋友都来到台北市。台北市是一个开放、拥抱所有好朋友来的一个城市。我们是跟国际接轨，我们欢迎所有的友人，大家一起来台北，感受台北的魅力、台北的精彩。所以我想，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台北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型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